分头部手部，试下大家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睇直播或者重温嘅，咁啊都可以多啲俾 like， 咁啊多啲分享，多啲留言。如果未订阅我哋频道，咁啊都希望大家订阅啦吓，咁希望即系订阅人数会有所上升。咁啊，等啊 YouTube 啊会根据呢啲数据就多啲推播。即系譬如啊，你订阅人数，咁啊你依家21万啦，去到25万啦、30万啦同21万嘅推播都会有分别嘅，所以希望大家就多啲订阅。咁啊。新年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即互相祝福我哋，即系见咗咁耐嘅网友，就算大家未必亲身见过对方咧，都可以互相啦，咁就系即系祝福大家啦吓。好啦，好咁先讲新一年啦。寻日咁啊嗰集嘅最正分析，大家都可以重温啊。咁就讲啦，沈大师啊喺今年龙年啊有啲咩预测，咁就话美股就会。